给你。哦，我跟你叫澎湃哦。看看呢、啊。哦，我再来，再回来。好，谢谢。嗯。好的，我们要回来。哎。啊，林俊差能，林俊俩较烂，恁阿妈应该就会吃。哦，真水呢。阿冰嫂，哎，边啊这位帅哥一下。我惊你认袂出来，几年无看变大帅哥啊！伊毋是咧国外读书？对啊，都倒转来啊！哦，毕业了。妈，啊，你今日买啥？哦，好啦，迄人参三个，好，啊，豆腐三块，哎，剩一块。啊，无要紧，啊，搁再一百，好，安尼总共150块。好。拄则买零件的时阵，你嘛知影歹势哦。我是甲你介绍好无？哦，那真友好啊。那无好啊，读好毕业。哎呦，你讲大家拢听到啦。好啦。阿弟啊。嗯。你想要食啥？拢好啊，你煮的我拢来啊。哦，你嘴哪有这么甜啦？不然啦，我来买一只鸡来做蒜头蛤蜊鸡汤。好啊。嗯。你干嘛？嗯。你不是爱吃甜的，拄食袂落味，你来外买。哎呦，你阿妈都袂当吃甜的，而且外口煮便便啊，伊嘛不介意。哎呦，好媳妇哎，什么都以婆婆为主。嗯。哎，后摆你娶某的时阵啊，叫恁某爱煮我爱吃的，我吃安尼就好。你是阿伯在我高中到楼卡，大家看到李专，我进学头咯，我会载你到楼卡。够要紧。当然有啊，到时阵那些的厝边们，我就会当大大方方的讲，我是某某某银行理财专员，安尼你才有面子啊。你是唔够你乖，我迄天跟你约到庙口的代志。今麦吼，我对我家己较无自信啊，我嘛无希望别人讲。你交往的对象是无业游民啊！妈，你讲啦，你这么有在保险呢？我对你有信心。多谢你，这对我就是上大的鼓励。你昨昏困伫帐篷外口，一定困无好，紧回去，搁困一下。好啦，你嘛赶紧回去休困。拜拜。拜拜。啊，你开车开这里哦。好。出去了，你这目睭疼啊！你若像安尼，甲你平常时穿拢无共，去地佚佗，规暝无回来。哪有？我拢在厝诶啊。拢伫厝诶，你伫厝诶，拢无爱开电话。省电呐！你敢毋知影即卖电池足贵啊？做甲厝头家，搁出当生。安尼才好呀！你最近若是要相亲哦，我会当陪你去。你要陪我去相亲？你不是爱我说你的爱情过分？最近没相亲啊。有对象啊？那有，我是感觉一直相亲哦，迄个敢若一直去算命同款啊，愈算哦命愈歹，啊一直相亲嘛会较无行情啊。干我？
参照你这么有经验的人讲出来话，真有道理。哪里嘞？迄白头毛拢发出来啊，敢无想要找一个来做伴？你嘛知影，我家己听生理出歹，我无就是无囝。哎呦，只要阿仔某同心，较辛苦的，迄生活是会得过啊。免啦，我一个人生活较自在。哎，生喜，你迄每人钱哦，一定要给我赚呐，我会替你介绍一个上赞的，卖地牌阿娇啊。吼，你知影无？伊真正傻哩傻到要死呢，一直讲哦，你唔呐生了烟斗，啊，佮上查甫人的气魄，啊，佮阿尼基的酷势，一直问我讲哦，你要找一结婚的对象，迄条件是啥物？你安怎讲？我着叫伊送猪肉予你食，今仔日送猪心，明仔载送猪肝。袂用送肉，干能送猪心甲猪肝。这着表示哦，家己心肝拢送予你呀。安怎的心，予咱斗阵相带，思念的你。